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8页，108页，倒数第三行。课题：护法九度。这个是世间第一桩好事，也是第一稀有难逢的真实功德。做好事积功德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。佛菩萨能不能住世？正法能不能久住？全靠护持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如果没有当时那一些过往大臣、长者、居士的护持，佛的弘法传法了，没有那么样的顺利。可能遭到很多障碍，也许佛法就中断了。佛法能够绵延到现在，还是得力于国王大臣，国家护持，国家拥护来推动，这就很顺利了。在中国，我们看到大摩祖师把传宗传到中国，得不到帝王护持，梁武帝跟他是见面的。见面话不投机，梁武帝就请他出去，以后就不再见面了。我们知道梁武帝也很后悔，面子下不来，面子问题很大。我想这都是大人做六做出这个样子给我们后人看的，好像唱戏舞台表演一样。梁武帝是当时佛门第一大护法，为佛教建寺院，建了480座，都是很有规模的道场，欢喜人出家，谁出家他都供养，都几十万人出家，真兴旺啊，这么个大护法。大摩祖师来了，当然先要跟他见面。见面没想到呢，梁武帝对自己护法的功德了很满意，也傲慢。问梁武帝，他一生所做的这个事业
功德大不大？问这个话。啊，大摩祖师说了老实话，说真话，告诉他并无功德。这一个大佛的时候，梁武帝就受不了了，啊，很生气，啊，当然呢是帝王啊，也不能发作。啊，停了一会叫送客，送客就是请他走，啊，不必再谈了，就是送走了。啊，梁武帝没有问一下说，说并无功德，为什么？问一问嘛，把话讲清楚，讲到底嘛。啊，问都不问，就把他送客送就好了。啊，福德跟功德在形象上是相同的，着相就叫福德，不着相就叫功德。他着相了吗？你这一解释不就到皆大欢喜吗？啊，大摩祖师可能等他问下一句再给他解释，谁知道他不问就送客了。啊，以后大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。啊，那么他也知道这是印度一个高僧。啊，很想跟他再见面的，不好意思，只是面子下不去。啊，面子害死人啊。世世代代为了面子不通忏悔，不能够灭罪的人不晓得有多少。啊，再大的罪孽只要认错，只要忏悔，通通都能够忏除啊。啊，所以一切都要问清楚，问到底。啊，那么梁武帝没有护持。你看，禅宗到第六代才兴旺。如果梁武帝当时护持他的时候，大摩到中国来就兴旺了。啊。这一个送客就耽误五代啊。啊，所以护持佛法不容易。啊，护法的人一定要懂佛法，通佛法，他的护持是正确的，不会产生过失。如果是不懂不通，怕的是障碍佛法。啊，护法而障碍佛法，这个过失就大了。啊，还不如不护持，不护持不造这个罪业。啊，所以古时候护持有内护外护，内护比外护还重要。啊，内护是哪些人呢？老和尚内护啊，过来人呢、啊，他知道啊。啊，方丈、维诺、首座、啊、监院这些人是内护。这些人通宗通教，都是修学成就的人啊，他来护持。
来帮助底下一代，成熟下一代，啊，外乎国王大臣，啊，内外护持健全，佛法就兴旺了。我们看经文，当令是法。普通的呢，这个是法就是佛法。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啊，下义的这是专指这部经，啊，是法专指这部经，专指净宗法门，要久住不灭。啊，护持的条件必须依教奉行，这叫真护。啊，特别是内护的，你不能依教奉行，自己做不到，也影响别人，别人看你的榜样，嗯，你没有做，人家也不认真做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就做出来了，点点滴滴都做出榜样给学生看，学生相信啊，学生尊重啊，学生恭敬啊，他学习。如果自己没有做到，就不要说。说了做不到，学生起怀疑，啊，你在欺骗我，你说的是假的，啊，一桩两桩事情欺骗了，所有的你说的他都不相信，这个果实就很大了，必须自己要做到。然后自己说道，啊，就像佛经上释迦牟尼佛常说的，我知我见，我亲自看见，我行，我做到了，我都把我知我见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所以教学身教第一，言教是辅导，啊，言语是辅助，最重要是身做典型，做模范，事出事法都一样，啊，三代以前就圣人之治。啊，圣人怎么样治国呢？平天下呢，完全是自己带头。啊，自己真做到了。啊，那些诸侯王国看到了，不能不佩服啊，不能不向你学习。啊，所以这个能做的这个帝王，啊，真正不折不扣做出来，他就被大家尊为天子。啊，尊为老师，向他学习。听从他的教诲，
啊，有疑难问题向他请教。啊，为天下共主。啊，这都是你自动德行感化的。啊，因为他们并没有统治权。啊，中国秦才真正统一。啊，秦以前没统一。啊，大家尊重你。啊，这求助啊，求助的道理啊，不灭有不灭的道理啊。啊，下面这一句话四个字，当坚持之，坚决、持实、保持。啊，三桩事情。第一个是佛的经典，一定要保持，最重要的。第二个是佛的遗迹，啊，佛菩萨过去曾经弘法住持的道场，这个要尊重。啊，现在虽然都变成观光旅游的地方，行同样是弘法，啊，用观光旅游从事于机会教育，啊，每一个观光客到这里旅游，把这些文物啊一桩一桩讲清楚讲明白，他听了会觉悟。啊，因为佛这些统统有表法的作用，啊，那都是教育啊。啊，第三个，古人所说的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”，要没有修行人，法就灭了。遗迹在，经典在，没修行人啊，这个法还是不能救主，还是被灭亡。所以培养记起的人才，这三桩事情做到了，法就救主不灭了啊，典籍的保存，文物的保存，人才的培养。啊，前面两种啊比较容易啊，后面这种难了。没有后面那一种，前面两种保不住。啊，所以归结到最后，人才第一，真正依教修行的人啊，现在人才没有了，老师没有了，学生真正想学到什么地方学啊，其实最原始的那个人，他没有老师，他怎么修成？我们得想想这个道理。啊，世世代代，这些圣贤留给我们的智慧、方法，那都是经验累积成就的。八个字，两句话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你没有老师，
你没有道场，你没有人护持，你能懂得这八个字，坚持到底，你就久住不灭。啊，只要能够坚持这两句话的人，这个人就是有善根的，有福德的。没有善根福德，他做不到啊！啊，真能坚持的人，戒定慧三学具足。啊，都在这两句话当中。啊，一门深入就是持戒，常时熏修就是修定了。有戒有定，到一定的程度，他就大彻大悟了。啊，这就说明啊，没有好老师不要紧。诸佛菩萨大圣大贤，把那些诀窍都教给我们了。问题是我们要懂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对他怀疑，那就完了。啊，在我们眼前为我们示现的一个典范，刘素云居士好多人都认识啊。啊，他们有什么稀奇啊？啊，怎么成就的？十年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人家问他你怎么成就的，他就是，他说我的基础呢，老实听话真干，其他什么长处也没有。啊，我得到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光碟，啊，最初还不是光碟，是那个录音带，啊，一盘一盘的录音带，啊，得到这么一套东西，啊，一天听一个小时的。把这一个小时重复听十遍，啊，每一天听经听十个小时，实际上就是听一个小时的，重复十遍，这是什么呢？叫常识熏修，听一遍不行了，听十遍的听出味道出来了。啊，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。一般人听个一遍、两遍、三遍，不想再听了。啊，这个没有耐心呐。啊，这不是如来传法的人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我们有不少同学，十几个同学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们听老师讲经，那个时候没有录音机，录音机都没有啊。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就是佛讲，跟同学们在一起，把老师所讲的重复讲一遍，一遍不够。我告诉同学，至少要30遍，你才真的接受了，吸收进去了。啊，变数不多不行呐。啊，30遍的时候你吸收进去了。
这是死功夫，叫硬功夫，一点诀窍都没有，老老实实。啊，现在方便，讲经都留下光碟。啊，这个光碟能不能看30遍？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我们从头到尾讲一遍，超过1000个小时。每一个小时你都能听30遍，你能不得定吗？肯定得念佛三昧啊！啊，得到念佛三昧，你能不开悟吗？没有这个道理啊！啊，要有恒心，有耐心，把心定在一处。大小乘佛经上都说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啊。这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啊，要这样才能训练成一个真善知识啊，好老师。啊，老师怎么出来的？原始的老师怎么出来的？我们现在找不到老师，自己要做原始老师。啊，然后再能教个3-5个人，10来个人，人当然越多越好，10来个就到包货店。再多叫不出来了啊，怕起反作用啊，所以古人教学确实只有10几个学生，10几个学生将来能成就呢，3-5个就不得了了，那成绩就非常可观了啊，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人才第一。人才到哪里找？找不到，回头来找自己啊，别人不肯干，我肯干，别人怕我不怕啊，别人怕什么呢？怕搞这一行将来找不到工作，将来没饭吃，怕这个啊！开头的10年真的不是假的，没人知道你，大概只有几个人知道你啊，真正发心来供养你，这个要感恩的。我跟李老师学经教的10年，没人知道啊！啊，台北有个甘老居士，年龄跟我母亲差不多。啊，他发心照顾我。啊，我们不能要别人有经济上的负担，所以他找了15个道友啊，他认识的都是你修念佛法门的同参道友，一个人每一个月拿10块钱台湾钱啊，一个月凑150块钱，每一个月给我寄来150块钱，在当时啊，和美金不到5块钱，那个时候好像1:30几啊，100块钱大概是30块钱
啊，不到150块钱，啊，不到这个5块钱，我一个月生活费用10年没中断。啊，我们这个心定下来了。啊，这是护法。啊，因为我们所认识的都是清寒一般人家，收入都很低，生活都相当困难，不是大富长者。大富长者一个月5块钱美金算什么？啊，在那个时候一个月5块美金是很重的负担啊，所以受五个人的负担就没事了。这我们的感恩呢，要了解，帮助我们的人不能让他有超重的负担。啊，自己认识这条路，决心走这条路，愈深入，你的信心愈坚定，也愈欢喜。啊，到这一条路走通了，慢慢的护持人就多了。啊，不管有多少，我们要坚持走正道，不能走邪道。啊，正道就是依教奉行，啊，不能毁食。毁食，特别是在戒律，是在正念。啊，必须要遵守经典上的教诲，与经典相违背的邪知邪见邪行，啊，无德为妄，妄是讲知见，毁食是讲戒律，啊，正见经法。佛经上没有的，你加一些进去。啊，佛经上有的，你把它减少一些，这个不可以。啊，决定不能做。啊，这个事情历代有人做。什么人？祖师大德。那都是开悟了的人，都是正果的人。啊，他们做的如法不如法，如法。他们所证所解没有离开佛法。这部经上没有，那个经上有的，拉过来，增加一点，都是佛说。那不是自己增减的啊，这个可以，这就是会齐的意思。行啊，这个经上佛讲这一段很难懂，那一部经上讲的这一句比较容易懂，那我就才容易懂的啊，来换这个难懂的啊，这就是啊，以这个注解以经来注经，就是这个原理原则。啊，汇集
五种缘一本的，见识不好懂的这个经文，夏莲老全部删掉了。啊，容易懂的，容易明了的，啊，不损坏全经思想体系结构。啊，把它重新做一番整理，你要问释迦牟尼佛，佛都会点头，嗯，整理得很好。啊，多次讲的嘛，不是一次讲的嘛。啊，整理成一本呢，方便。啊，我们讲这个无量寿经，这一次是第十二次。啊，我不做这个工作了，希望后人把这十二种的讲义重新做个整理，做个汇集本。哎，方便大家嘛，有此必要。啊，每一次讲的同样的部分不要，看哪一遍讲的大家欢喜就要这一遍，其他都可以舍弃。那这次没有讲到的，别的就别人讲到了。啊，对我们学习有好处，就把那个不拿来补充。啊，做成一个本子。这是有必要的，啊，这个与经上所说的没有违背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啊，第一句他就说：“当知普利之道。”啊，这个是。当令世法久住不灭的基本原则，就是普利。佛讲经为的什么？世世代代沉传为了什么？为了要普遍利益众生。众生确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化背景不一样，想法看法不一样，啊，所以教学的方便当然也不一样。居住的地理环境不一样，同样对于人思想言行都有影响，如何能适应？啊，这就是普利呀。佛菩萨讲经说法，他把普利摆在第一，所以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随顺众生当中，用真实智慧来引导他。啊，引导他弃恶扬善，引导他改邪归正，引导他转凡为圣。
这叫契机。尽忠其理就是一桩事情，往生净土。以这个为契机不能帮助他在一生当中回归到净土，真正往生，那我们对他的帮助就失败了，这一生没能完成，这就是遗憾当然给他种了善根，加强了善根，但是这一生没成就。所以佛的遗教真正就是两句话，当令施法，救助不明，这对我们来说这个责任非常之大，无比的沉重。真正做佛弟子要常常想到这两句，下面四句是重要的刑法，你能做到下面四句，这个目标就达到了九住不灭就达到了我们是不是如来真正弟子？这个六句是标准。常常用这个标准来量量自己合不合格。这个人真精进，这个人不懈怠。每一天做反省的功夫下面这个八句底下一段，常念修善求生，请看经文，常念不绝，得道则得道界，我法如是，作如是说，如来所行呢，亦应随行。众修佛善，求生净土。念老住子说得好。说得非常好，又经八句，念这个八句经文，设为全经之总结，净宗修行的纲要。也就是净土宗修行最重要的、最高的指导原则。世尊慈慧所说之长行，于此告终。这是在这一次的法会，无量寿经这一会
啊，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所说的话到这是总结，所以这个八句是总结啊，全经的总结。所以念老师故知此八句是为净宗之末后句，啊，末后句是最重要的一句，全经之结束语，啊，这八句是全经的总结。啊，这就说明它的重要了。这八句呢，里头有理有事，当时非常明显表示出来。啊，正足并行，有正修，有足修。如来密藏啊，何盘托出啊？祝福如来自行化他普度众生，全部都呈现出来了，也就是说没有丝毫保留。啊，其他经教里头最后有保留，为什么？你听不懂的地方啊，太深的地方你不能理解的地方佛不说，这部经不然全说出来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法门男女老少贤愚不肖个个都能成就，上面度等觉菩萨，下面度地狱众生，真叫普利呀！普利众生之道啊，倒是道理，是门道啊，也当方法讲。没有一法能超过这个法啊！这个法确确实实是究竟圆满啊！所以佛说这个法了，毫无保留啊！啊，何盘托出？啊，第一句。常念不绝啊，念老在注解的时候，常念手指常念本经啊，那么这个经本这部经就作为我们早晚扩诵的经本啊。我知道有人一天念五六遍的，有人念十遍的，十几遍的，好，多多益善。如本经往生真音品第24品，辟头第一句便云：闻此经典，受持读诵，书写供养，昼夜相继，求生必察。正是此处常念不绝之意。常常想着
读诵受持，常常想着流通十方，流通后世。啊，怎么个流通法？书写，古时候没有印刷术，经典全靠书写。啊，现在看到书写，我们就不必代代的去写这个书写经了，不需要印刷，印的越多越好。啊，印出来供养一切大众，能够看的人，能够读的人，啊，希望人手一册。这属于法供养，外财的法供养，还得有内财供养。内财是我们自己依教奉行，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，这叫内财供养。啊，让大家呢向我们学习。弥陀弟子一定是快乐人生，那极乐世界嘛，快乐嘛。如果我们现在学的时候学的不快乐，到极乐世界哪来的快乐？啊，我们现在身心不清净，到极乐世界怎么能生净土？啊，极乐世界的清净平等快乐，我们现前要得到。啊，要从我自己做到，在生活当中把这些通通表现出来。中国老祖宗教我们的四课，简单呐。佛教我们加了一课五课。啊，老祖宗教给我们人道，没有求超越轮回。啊，教给我们五伦五常，四维八德。啊，这是我们的祖德了，祖宗之德了。世世代代沉船啊，沉船是要把它做到啊，这才是什么标准的中国人啊。古时候社会上称中国人是礼义之邦啊，啊，太平盛世啊！啊，佛教给我们的三福六合、三学六度、普贤十愿五个。这五课是成佛之道，出世法啊，大神啊！中国老祖宗是世间法啊，世间的圣人我们都要做到啊，但是一定要事法做基础，事法根是孝道，
佛法是四道，四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没有孝道就没有四道。啊，在古时候，父母做出榜样，真正教孝，老师教学生孝养父母。学生这个家长教儿女尊师重道，互相教才能把人教出来。啊，父母跟师长密切合作，全心全意把下一代教好。啊，这个国家就久住不灭。啊，国久住不灭，家也久住不灭。尊师重道教好了，这佛法就久住不灭。你说这个多重要？啊，所以他最后完全落实在自己，把这个希望寄托给别人，最后都失败，都变成失望。啊，一定要勉励自己，发奋努力，学圣学贤，啊，学菩萨学佛，这就对了。非是小陈平，小陈平云，啊，这个里头说，于此经中啊，生道思想，啊，道思是佛，佛门里面称佛为道思。啊，他指导我。引导我们，啊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，这是道思。我们在世间找不到老师，经典是老师，所以用这一部经典做导师。导师是谁呀？是阿弥陀佛。你真找到好老师啊！释迦牟尼佛做助教，啊，阿弥陀佛是老师，你能不成就吗？啊，展开经卷，如同老师在面前，真诚恭敬啊！啊，真诚恭敬心生不起来。这些经教你接受不了，你入不进去啊，真诚恭敬心就起入了啊。印光大师说得非常好，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，你入一分，十分诚信你入十分，你得十分利啊，没有真诚恭敬，
佛菩萨示现在你面前也没有啊，所以疑真的是菩萨最大的诱饵。啊，最严重的障碍不从外头来的。啊，修学身教啊，断疑生信第一要紧。啊，这个是真难啊。啊，因为疑居生与生俱来的烦恼，你说它有多深？大乘经教上说，众生在一念不觉那个时候，这最初一念不觉就把疑带在里头。我们也可以说，就是因为有疑才有一念不觉，要没有疑哪来的一念不觉啊？疑是什么原因？没原因。他也不是自然，他也不是因缘，什么都说不上。啊，这一念里头带了四个烦恼：我见，后面是贪嗔痴，啊，我见是贪的根，啊，我慢是嗔的根，我疑是痴的根。啊，贪嗔痴三毒有根啊，要知道啊，啊，把它拔除，从哪里拔起？从根拔起。啊，所以佛给我们讲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这个名词意思非常之广。啊，佛各个宗派都讲诸法实相，意思不一样。佛陀在世，印度许许多多宗教，乃至于哲学，也讲诸法实相。啊，意思很多。我们今天一般都是以天台所说的为标准，华严所说的为标准啊，在净修净土净宗所说的啊，实相就是真相啊。啊，所以这个经是我们的导师，这个经就是阿弥陀佛，又受记受菩提记品曰，由于此法不听闻故，由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有众生于此经典
书写、供养、受持、读诵，与虚与情呢为他演说，鄙人临终啊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，也能超过生彼国土啊！这都是世尊在这一会里头所说的。决定不是假的，菩萨因为没有听说过这个法门，都会退转，由此可知这个法门重要啊！啊，菩萨修行会退转，那我们退转，这不是家常便饭吗？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如何能保持不退转呢？读这部经，天天要读，遍数愈多越好。啊，一天能念十遍，全心全力印经流通。现在流通光碟好啊，成本很低呀。啊，那个容纳很多，我们现在做的大经解演义1200个小时啊，大概只有小指甲这么大的一个晶片啊，1200个小时全部经都在里头啊，成本很低，这个送人是无上高贵的礼物啊。啊，你再送他一本书啊，他可以读这个书再听讲，你就度了他了，他将来成佛感谢你，要不是你是怎么成得了佛啊？要认真去做，努力去做，这个好事情啊，送礼这是大礼，比什么都重要的。以虚情为他演说啊，我们送他这个东西，大经解，大经解演义里头就是说演说啊，你能把这个介绍给他，就是你对他演说，自他不二啊，他说就是我说的，弥陀说的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释迦牟尼佛说的就是我们说的啊，这个样子啊，当令施法久住不灭了啊。做这个机器，上一次我提议了，不晓得有没有真干，要做太阳能充电，但万一将来电没有了啊，那我这个小机器有太阳的时候晒它几个小时啊，我就停个几天了，我那个电从太阳那里来呀、啊、
不需要靠这个电源的，很容易做得到。那我们真能够依教奉行啊，黎民宗师，你看看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，这是大三灾啊，大三灾的火灾啊，这个火能烧到初禅天啊，初禅天都被烧毁了，你也能超过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是读经讲经的功德了啊，我们拿着讲经的光碟，讲经的这个小机器送人，就是我讲经给他听。现在方便了，讲很累呀，把别人讲的变成我讲的，这个多自在。啊，将来自己就是大难现前的时候也没事，你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们要把佛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，当然也能把别人的功德变成自己的。世尊悲心无尽啊，这个世尊是释迦牟尼佛，普世无语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他都照顾到，没有一个遗漏的。都想到了，都希望帮助他们啊，持念本经，殷勤劝导啊，啊，好学生当然就听了，完全接受了啊，半信半疑，还以为佛在骗他。啊，有更好的不给我说啊，叫我学这么一个简单的，把我看作下下根性，我不服啊。那好了，那你就去搞高深的吧啊，你要服了你就得度了，真正得度了才会感恩呢。啊，为什么？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生到极乐世界全通了，没有一样不通。为什么？你见性了。一切法都是从自信流出的，你见到根本，你哪一样不同？你在枝叶上只知道我这一这个枝，不同的枝你不知道，你在根本啊，什么枝叶全贯通。所以念佛是根本教啊，
念佛是一生成佛之教啊。因此才把它摆在第一啊。啊，华严，古来祖师大德把它称为根本法轮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华严教义，确确实实包含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。从事上讲的，经中就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往生极乐世界一切通达，跟华严无二无别。从理上讲的，理四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你明白了，你就不怀疑了。啊，理中有圆满的事，事中有圆满的理。啊，所以经中只要生彼国土，就证得究竟圆满。啊，这是为什么？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四。弥陀经分量不多，四次劝导。这个经比弥陀经稍微长一点，多次劝勉了。啊，世尊力劝持念本经者，该经中所宣啊，这个法会，这部经中佛所宣讲的，正是一尘缘海，六字洪名之无上大法。认识的人不多，听说的人也不多。能够听到，能够接触到，确实像佛在经中所说的，皆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经文，遇到这个法门，无量界的善根得到佛力加持，统统发出来。你才能欢喜接受我，踊跃的听闻呢。祖师给我们表演，莲池藕叶。明末四大师，啊，他们两个人都在四大师当中啊，为我们实现的广修多闻，
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。啊，你看他的著作，莲池大师全集，藕叶大师全集，啊，到最后呢，最后晚年全不要了，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了，八万四千行饶于他人行，自己晚年一部《弥陀经》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一心一德，念佛求生净土，没有二念的，这是表演给我们看的。啊，他的一生到最后选择什么法门，自己专攻。啊，当然是一生当中所体验到的最殊胜的法门。啊，对自己利益最大的法门一定是选择。啊，那个时候《无量寿经》没有一个完善的版本，所以取弥陀而不取无量寿。啊，现在《无量寿经》有最圆满的本子，我相信那些祖师大德如果都看到这个本子，都会无量的欢喜。啊，都会采用这个本子，莲池藕益对于王龙书的本子很赞叹呐。啊，优希大师注解《弥陀经》，引用《无量寿经》，全部都用王龙书的本子。啊，莲池藕益偶尔还有原译本的经文。啊，优希大师全部是王龙书的汇集本。啊，那么今天有这样完美的一个汇集本出世，这还得了啊，这功德不可思议啊。啊，夏莲老来到这个世间干什么？就是为这种事情，帮助世尊末法九千年苦难众生，因此得度，把极乐世界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叫大家没有怀疑。啊，念老的脊柱尤其高明。啊，没有自己的意思，完全汇集世尊在经论里头所说的。啊，祖师大德他们的著述里面，啊，对于这部经名词术语离世，啊，能解释的统统抄下来编成这个注解，这还得了啊。啊，收集了193种资料，
提供我们做学习的参考。佛法成法宝，这一部经是法宝当中第一法宝。遇到了没有不能往生的道理，行人但能发菩提心啊，这一句重要。什么是菩提心？藕益大师讲的最好啊，印光大师佩服到极处。菩提心就是信心，真心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真心有阿弥陀佛，没有丝毫怀疑。第二个，真正发愿求生，把求生净土作为我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桩大事，这个心就叫无上菩提心。说得好啊，人人都做得到啊。啊，如果像古大德解释的，菩提心是身心，啊，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啊，至诚心、身心、回向发愿心，都把人讲迷惑了。欧耶大师简单利落，很好懂啊，真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相信有阿弥陀佛，真想往生清净阿弥陀佛，这就是无上菩提心，谁都能发啊，菩提心一发了，往生净土就成就了，就得到保证了。啊，你当然会支持名号，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干什么？断烦恼，消业障，开智慧，积功德。就这一句话好啊！你看四桩事情啊，圆满在其中啊，一句佛号就成就了。提升你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，这多不可思议啊！这么简单呢、啊？这么容易、啊？就是它太简单、太容易了，让很多人怀疑，不敢相信啊！那么这些人是少善根、少福德。他不肯相信，当面错过啊！祖师大德最后一招为我们表演，这桩事我们要感恩呐、啊。啊，好像唱戏的压轴戏、啊、最后表演给我们看了，我们正看懂了，看明白了，
死心塌地，绝不回头，那勇猛向前，我就一条路，我就一部经，就一句佛号，那我有把握，有信心，决定成就。一项专念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，彼得往生，万修万趣，一个都不会漏失的。故知行人受持此经者，即应依教奉行。应该要依照这部经教，去修行。经教里面教我们做的，我们努力把它做到。经教的时候不能做的，我们一定要遵守，不要去做，像第八品提出一个简单的纲领，善护三业，第一个善护口业，不积大口他过，别人的过错绝口不要说，不但不要说，根本不要把它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有一切人的善，没有一切人的恶，你的心叫善心，叫良心，如果有别人过失在你心里头，你的心就不善，就不良。第二了，善护身业，不舍律仪，律是戒律里头所说的。那就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不妄语，这一些呢，通通要遵守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这三善根呢，一切善法了，从这个根里头生出来的，要真把它做到，敬业三福。是净宗最高修行指导原则。第一佛里面讲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所以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孝子，都是父母的好儿女，都是老师的好学生。你不能做好儿女，不能做好学生，极乐世界去不了。孝顺的儿女，尊师重道的学生，他能信能愿肯念的决定我生。那么十八愿也说了，忤逆十恶，造作罪业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这些造作地狱罪业的人，毁谤佛法，临命终时能认错，能忏悔，
阿弥陀佛同样受持，接受你，法门广大了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一忏悔就变成好人。啊，一生不孝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了。父母生在哪一道，你都知道。你去救他，帮助他，去戒引他，那就尽孝道啊。啊，改过自新啊，这样依教奉行。啊，如佛训诲。弥陀，世尊在这一会里面对我们的训诲很多，48品，频频都有，我们要记在心上，要落实在生活，啊，落实在工作。落实在待人接物，把它做到。啊，真为以生死，发菩提心，身心切愿，持佛名号。啊，不想别的，真的想到生死是大了。我不能往生，就继续搞生死轮回。这一桩事情太苦了，我不想再搞了。啊，不想再搞，这几句话就要老老实实记住。发菩提心，身心切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净土。啊，我们这个身在六道轮回里头，这也是最后世，我来生不搞六道轮回了，最后生啊，下一次再到这个世界来，是菩萨再来了，不是凡夫，从极乐世界来，不是从哪一道转过来。要有这个念头，有这个念头就是无上菩提心，故知常念不绝，究竟所指，则在常念此一句名号也。常念不绝，不是说别的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这一句阿弥陀佛真真不可思议。我们净宗学会的会长那个图案就是阿弥陀佛，这徽章还有没有啊？还有没有啊？我们出去旅行，每个人带个。啊，可以来得及的话，做大的。做这么大，做标志，啊，老远一看就晓得。啊，有人到我们这边来参观访问，我们都给他结缘。
啊，要让他常常提醒他，常念不绝。不绝呢，经念相继。那这个念是经念的，行人果能真实发现，老实念佛，唯此一句，念念相继，这个人功德不可思议，这必定如染香人呢，身有香气。我们的鼻根不灵啊，有烦恼习气，闻不到啊。佛菩萨闻到，天人闻到，那闻到什么？阿弥陀佛的香气。啊，前面我们读过，念佛的人，正念佛的时候，同佛功德。啊，佛的功德加持给念佛人，念佛人的功德跟佛的功德相同。同佛功德了啊，所以少说一句话了，多念一声佛了。你要知道累积功德了，不要累积烦恼啊，杂心闲话是烦恼。临命终时，佛来接引，慈悲加佑啊，令心不乱，决定往生，金灯不退。这个就是你所得的真实利益。啊，经上讲的三个真实，啊，真实利益得到了，在临命终时，佛来接引你。啊，接引你的时候，佛加持你，令心不乱，鸠摩罗什大师翻译《小本阿弥陀经》。经上说一心不乱，啊，这一句梵文原本里头没有，啊，玄奘大师翻译是完全照梵文译出来的，叫一心细念，不是不乱。罗什大师把心念翻成不乱，不乱不简单的，心念容易啊，但是不能说的错。为什么呢？临命终时，佛来接引，佛光一照你，就把心念变成不乱，所以他没犯错。佛光铸造的时候，你的功夫就升了一倍。你看，我们念到功夫成片，佛光一照就变成一切不乱了。啊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我们散乱心，临命终时才发现的，佛光一铸造，那个力量就加持到成片，功夫成片。啊，给你提升一倍。平常念到功夫成片呢，就一心不乱往生，
一心不乱往生，不是生同居土啊，他生方便土啊，事业心的、啊、理业心呢，生十报土啊。念到事业心不乱，临终佛来接引，把你提升到理业心不乱，真正叫慈悲到基础啊，加持你，保佑你，把你提到一心不乱，决定往生，金灯不退啊，你成为阿惟越之菩萨啊，原生四土，究竟涅槃，这两句达到登峰造极了，没比这更高了啊。原生四土，原是圆满，一生一切生，生到同居土等于方便土，等于十宝土，等于长寂光土啊。极乐世界有四土，四土是平等的，四土合在一起，这是十方世界找不到第二家。十方世界有四土不在一起啊，也就是说不同空间维持，但是极乐世界四土同一个空间维持啊。凡身同居土的人，同样你能够见到观音师至文殊普贤这些等觉菩萨，你能看到他，你能亲近他，你能跟他在一起啊，这是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事情啊，只有极乐世界一家有，他们家特别啊，究竟涅槃啊。故佛慈世慈悲开始，常念不绝，则得到极，极是迅速接近啊，又如接近就进入，是为持名一法，乃修行之进入啊。老师持名啊，则得到迅速啊，你一生就圆满成就了，甚至于你想早一点去啊，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了，可以提前，还有寿命不要了，这种人很多啊，多得不得了啊。我们看往生传里，看净土圣贤录，这里面人念佛往生一半以上都是三年啊，所以在四十多年前，我在台北法华寺讲经啊，我还记得广庆法师来听过两次啊。基隆有个法荣法师，啊，就问过我这个问题。他看净土圣贤录很多都是三年往生，他问我是不是他们寿命都是三年就到了啊，问我这个问题。我说你说通通都是三年就到了，这个在逻辑上讲不通，
哪有这么巧的事情？应该是什么呢？他们寿命还有，他不要了。三年功夫成片就能往生，还有寿命不要，我早去。这才能讲得通啊。啊，你说都是三年寿命的，没那么巧的事情。啊，寿命不要了。啊，前几年黄忠昌在深圳，啊，用这个方法，闭三年关，啊，看看是真的是假的。啊，他三年还有没有满，差两个月，两年十个月，预知时至，他走了。绝对不是寿命到了啊，他才三十几岁啊！啊，功夫成片到了，阿弥陀佛可以来接引去续吧，没有留念了，这个才讲得通，这才是正确的啊！这时间太苦了。缘成熟了，为什么不去呢？还有什么好留念的？啊，盈科法师给我们做的最明显的例子，啊，他念佛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佛告诉他，你还有十年阳寿，啊，你好好的修，十年之后寿命到了，我来接引。啊，永阔法师他想了一想，不要了，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现在就跟你走。那佛也同意，告诉他好吧，三天之后我来接引，三天之后真的往生了。啊，他也没生病，一切正常。啊，到第三天，他请寺院里的这些法师同参道友念佛送他往生啊，大家当然很欢喜，我来念佛送你，看你走不走啊。念到一刻多钟，古时候的一刻大概是我们现在四十分钟的样子啊。盈科法师说：“佛来接引，别人看不到，他看到，跟大家告别，啊，我到极乐世界去了。”说完了，真走了。这不是假的，啊，这个事情记在《往生传》《净土圣贤录》都有记载。啊，好像这个安世全书西归之旨里头也引用这故事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成佛的捷径确实就是念佛啊，这个法门真正不可思议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了。